下。迎娶领月，现在正在杀猪宰羊布置，晚上要宴请全营。这正是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好时机。此妖混入汤中，便无需费我一兵一卒。你知道怎么做吧？是。我已派人切断了此树与西岳营地的联系，云四此事怕是不知，自己已如瓮中之鳖。营中士兵一旦中毒，王爷带兵杀入，便能轻而易举除掉所有心腹大患。慧心在此处等王爷归来。这是什么呀？养汤。啊，给你倒杯酒。哎，好嘞。来，剩下的我自己来换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找到李谦不说，没想到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明明是来救他的，此刻又希望他能来救我。不行不行，要是被李谦知道，定又会笑话我的。见不到你了。既然王妃等着本王来救，本王自然是会来的。哭什么呀？你到底去哪里了？我穿过林中的小路来到边界，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？我受了点伤，所幸并未被俘，这一路上都在逃避云司的追捕。幸好你有一个到处乱丢东西的习惯，这才让我得知了你的去向。应该没有叛军了吧？走，咱们喝酒去。好，我去喝酒。
有没有见过一位女子身上带着把弯刀？你说的是我们公主，她在何处？她不日便要和我们将军大婚了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受伤了？李谦，少，他死，我死。来了，你把刀先放下，别过来，要么杀了我，要么把我们都放了，你自己选。阿奈拉，你真的就算死都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并非宁死都不愿与你在一起，只是我答应过他，他是我此生唯一的夫君，无论天涯何处，至死相随。你究竟把他的心拴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？我就是拿不回来。Thank you.
敌军士兵突然杀入营地，有多少人？不知敌军数量，但我军将士不知何时接中了毒，与周边营地的联系也皆被切断。我方兵力折损过半。你原来搬了救兵有备而来，潜入我营投毒，里应外合。你可知那带兵的是何人？北宣灵王。大殿下面的密道只有我知道，李寻暂时不会找到这里。李寻他居然突然进攻我大营，他究竟是想除掉你们，还是想除掉我？凯尔比失踪一事，定是一石二鸟之计。云思，你中计了。 小辉竟然利用我，借刀杀人，果然阴毒，还险些害了艾白拉。 逃不出去，我们只能死在这儿。李寻和乔慧心能在今夜进攻，便是了解营中情况。我们三人若是贸然出去， 算清了。
将军应该春风得意才是，怎么瞧着有些狼狈呀、啊？明知故问，我还怕我这不请自来，扰了你的兴致。我恨他二人入骨，有何兴致可言？那便有劳将军，交出我北宣资王与王妃。李谦要和李明月共生死，你杀了他们，我成全了他们。你杀李谦尚可，绝不可能杀李明月。怎么不可能？我恨他，爱他，为他费尽心力，他心里确实有李谦。这种女人，林王留得，我留不得。众军听令，不顾云寺杀我北宣慈王与王妃，其罪当诛，即刻杀掉。禀告灵王殿下，室内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。放下。是。都退下吧。是。退下。一心喜欢的人是本王，连太子之位我都可以拱手让你。我并不想置你于死地，可这些年来本王为了慧心做了许多后悔不已却又不敢后悔的事情。若没有生在帝王之家，
只是一对普通的兄弟，该多好。分明高我三寸，这施小姐比我还矮上不止三寸。不是你，还好你还活着。可你活着，日后相见便只有你死我亡。望你我兄弟不要再见了。王爷，撤军。是。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啊？云思，你快起来，我带你去找大夫。云思，云思，云思，你快起来，我带你去找大夫，你一定能好起来的，你能好起来。你什么都没有做错。你快起来，只要你醒来，我什么都原谅你。云思，
里有地方躲，非得一个人冲出去，你就是个傻子。明月，傻瓜，傻瓜。这把小弯刀，你在哪，他就应该在哪，哪里也不去。云淡风轻，那全部都是。